刚唱过国语歌，对不对？唱过英文歌，对不对？现在来一首台语歌哈，来自这首歌哈，其实是讲是80年代的一首歌。好，然后因为最近哈，其实这首歌是被一个歌星唱的，那这个歌星叫什么名字？叫做柯P啊。好，他之前有在一次演说讲说台湾的这个处境就像孤鹿哈，就像舞女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决定，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孤鹿舞女》，好像大家喜欢。Bye.